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胞胎妈咪雅芝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现在正为妈咪赚取个人时间的和联超薄型 WiFi 智能扫地机。这台和联超薄型 WiFi 智能扫地机 5.7 公分高，帮妈咪打扫难以搬动的木头沙发、桌子下方，清洁完全零死角。如果家里有高低差的空间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有智能防跌落功能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摔坏。它有 6.5 公分超长螺旋边刷加超大吸力，扫的面积更大，可以边吸边扫更干净，效率很高，反走过就会留下一片干净的地面。它还可以设定四种清扫模式，像自动、定点、预约、延边，只要透过 APP 联网远端操控就可以轻松的切换。可拆卸100ml 水箱，能加装拖布，吸完后湿拖，让环境更干净。三重过滤HEPA滤网能把过敏源集中在集成袋中，还给家里一个干净的环境。机身自身拥有2200毫安培锂电池，你看现在介绍了那么多功能，扫地机已经扫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还有电，它可以续航长达 1.4 小时。自动回充功能给予妈咪最给力的电力，家里再大再脏也不用担心扫到一半没有电，它还会找到回家的路。随着孩子们长大，开始有写作的一些橡皮擦或者是削铅笔的笔屑，还有一些劳作的小细屑，它是很难用扫把一扫就干净，那我觉得很困扰。那我觉得这台和联超薄型智能 WiFi 扫地机，它机如其名，智能扫地、拖地、吸地，样样俱全，可以帮忙分担家中的一些工作，帮妈咪赚取更多的个人时间，我觉得很棒。